现在去做香薰。下班的点了，大家都下班了。6点钟准时下班，6:03出现在公司大门口。我们也下班了。你们下吧。巨堵车，坐了1个小时车，到了。想回横店，太堵。约了时间，但是人家关门了，没有 plan B。那咋办呢？换地方。好，我在做香，你喜欢什么味道？我喜欢甜甜的味道。它可能没有甜，你喜欢淡一点还是刺鼻，还是相对刺激？我喜欢木调的香。木调的香啊？对，我喜欢木调。就是，但它还没有那么浓哦，我喜欢那个味道。我喜欢淡淡的。哎，我要录节目了，我不跟你说，你慢慢做吧。拜拜。啊，拜拜。那就是这个味道对吧？还是它的比较冲，感觉稍微有点。我是不是得洗个手？8克。哦，1斤8克。哦，那可以大量来是吧？嗯。8克是吧？哦，9克了。OK。可以。嗯，这个味道我喜欢，我可以多放一点啊。不可以。得严格按照这个来啊。但我喜欢的这个味道不能够多来一点是吧？不能。3.4可以吧？可以。多个0.2。还得我自己磨是吧？对呀、啊。它是茉莉花茶的、嗯。我喜欢这个味道。哦，拍的时候做过。他以前去那去谈恋爱呢，过火了。感觉可以了。这是上面的是吧？对，任选其一，我给你拿新的。嗯，好吧。这个穗儿能去掉吗？去不了。不能。啊。这个太粉了，这个。咱还有别的款吗？就这些。所有都在这儿。都在这儿哈。这个。好，行。这个吧，老板。结束喽，这个颜色我猜你应该不会太喜欢，但是他那儿最好看就只有这个。下班了。